欢迎我们的 T.Y. Young 老师。对啊，如果按照老师这样的方法，确实会让我们不需要走太多的冤枉的路。现在有一点明目，可以知道要怎样走下一步路，可以让我没有这么辛苦在财务自由的那个路上了。我觉得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很多从来未学过的一些经验啊，一些课题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可以把老师可以带你去到你自己的 open mind， 是跳去另外一个 level。是因为从这边我们会学到很多实际上书上是没有教的东西的，这些就是一个 life experience 书。我觉得这个学费是值得的，不管是对新人也好，对旧人也好，因为有时投资是一种状态啊，你在这个状态里面嘛，你有没有一直去跟进这些东西咯。然后我觉得我想学的就是一些杠杆的原理跟一些比较有规范的投资方案。我很感谢 TY 老师，还有教了很多，特别是 PE 那一方面，所以我可以知道 PE 有很多那种用法。值得，很值得。老师改变了我一生的看法。那个 leveraging 呢，每个人都说借债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借债是不是一个让我可以变成一个百万富翁的一个可能性，我在老师身上看到了这个一点。我要跟随老师。